八卦媒体拍到黄仙与一名女子的照片，两人一同从某酒店出来，期间举止亲昵，随后两人还去了外滩看风景。6月30日的时候，黄轩在微博晒出一个拍了拍女朋友并配文爱心表情，随后就通过工作人员向媒体回应表示，感谢大家的祝福，女朋友是圈外人，还希望不要打扰到她。黄轩算是圈内鲜少传出绯闻的男演员，这次不小心被拍到，转头就做出回应，大方承认，也被网友不断夸赞，说是就喜欢大大方方承认恋情的，刚被拍到就承认轩哥太优秀了。不少合作过的艺人也是很快就送上祝福，黄轩的这波操作可谓是非常圈粉了。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很多很多的直男，我也应该是一个浪漫的人，我也是一个爱幻想的人，有时候也是会很敏感。